我是西游，那我现在是刚刚下课，一会儿呢我们要去逛街，因为我们明天要出发去迈阿密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去买衣服。我们为什么要买衣服？为了 Ultra Music Festival。 Ultra Music Festival。 我们现在先去吃饭，我们吃的是这个 Little Duck。我要点一个这个 taco， 是鸭肉的。你点什么？也是鸭肉，在哪儿？这个就是鸭肉的 taco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 bowl。它那个鸭肉是撕开的，然后特别的入味儿，然后它还有咖喱的香气，然后它那个萝卜条是腌过的，就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，特别正好，特别提味儿。哦，里面还有那个牛油果。这个加完税一共是12.79块。我们现在去逛街买衣服。他们在喝啤酒。第一家店就是我们之前买蜡烛的那家店 Anthropology。 然后我们要进去逛逛，看看衣服，他们家衣服挺好看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同样的场景。最后本来是买衣服的，又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哎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镜子也太漂亮了吧。是美国老太太最喜欢的花纹，草莓啊，葡萄啊什么的。来到我这儿的 Nautilus。 耶，好吧，进去吧。这里才是我们的地方嘛，这才对嘛。这也不是挺好看的啥呀。啊，这个包好好看啊，透明的。啊，好可爱啊，我想要。啊，这也挺好看的。还有白的。丑吗？真的吗？你说是真心话吗？是的。是的，真心话。来放筐里。收短一点就好了，这么短。还可以，放进去吧。一个买白色，一个买黑色。哇，这太好看了吧。我们俩买到了人家关门。是的。然后我们俩今天非常失败，就感觉没有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，对吧？是的。我们的一个朋友开始做奶茶了，然后我们对，就在我们小区，我们打算现在过去尝一尝。你变瘦了，我的天哪！他这个写的很搞笑，如有特殊时间或口味要求，请回复特定。回复了吗？回复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煎茶粉。一嘴白。谢谢。我上课我全是奶盖，我怎么喝呀？太厚了，太厚了。我们现在往回家走。Hello， 我现在就是都收拾好，然后 ready to go 了，那就准备出发吧。我们的司机 ，say hi， 这位女士 ，Hello。
们现在到啦。哇，这是我们的酒店，好好看啊。对啊，这个餐厅好漂亮呀。泳池，这是一间，第二间，哇，这间好好看啊！哇，可惜我没有泳衣，我也没有。哇，这是套手上的，套胳膊上的，哇，哦，这么多呢！我要记录下来这个时刻。哦，是自动手开，小心哦。等会儿，车太刺激。你坐上去。摁了吗？好搞笑。怎么上去啊？我在上面按一下。哎呦我，笑死我了。我们去泳池看一看。哦，是那里啊。可以，但我没带泳衣，这水真的好热。拜拜，晚安。Hello， 早上好。我们一会儿就准备出门了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自己打招呼。艾尔斯。我叫雪莉。雪莉，你开始进入状态了是吗？艾尔斯。习惯了。艾尔斯已经开始上镜习惯了。艾尔斯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。嗯，妈咪就玩两天嘛，今天就走了。今天你爸洗脸躺起来狠，起来狠一点的，是硬菜，也很菜。嗯。你现在去哪儿呢？吃饭了，饿了。吃饭。饿屁了。吃饭。太饿了。看，画的眉毛。还不错。多翻身功。来，男一。嗨，艾文。那个是 Q6， 你敢 call me out？艾尔斯，但是艾尔斯用的是 name。男一号在看我的美妆视频。他逼迫女一号和男一号看我的美妆视频，吃不了兜着兜着。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好吧？我有时候没事蹲茅厕的时候，就在看你的视频。你们的美妆博主换人了，换成了男二号。我叫 Evil Baby， 今天要来吃这个餐厅。Evil Baby， 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餐厅？这是西班牙餐厅，他管他自己叫 Evil Baby， 叫什么 ？Evil Baby， Evil 是什么？邪恶宝贝。真的？ Evil Baby， 我们都不知道。不用知道吗？勺子怎么说？你说什么？盘子怎么说？盘子怎么说？你我 baby。镜头外没有，换个环境更好的行为。看镜头了，有没有什么单身女性啊？请加微信啊。那可以死的，993。管博主要我微信。Night, 是吧？是九个人吧？对。
的，海底捞吃的，是棒，奶油的，香。谢谢。去打车，然后去玩。